邱姓女子表示啊，当时她通过该路口的时候，想要右转前方的巷弄啊，但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，停在红线上啊，挡住她的去路。她按鸣了短短的两声喇叭，还有提醒前方的车主。那车主这时候就下车，拍打她的车窗，大声的对她做叫嚣来理论。那我们检视这位报案民众的影片，那我们全案依照毁损还有恐吓的罪嫌，进行侦办。